我们去超市吧，买了一个糖，然后我们拿了一个，从家里边拿了一个小碗，再放一点柠檬水，就会炸了，炸成一个巨大的糖了，对吧？戴口罩舒服吗？我那小孩子很舒服。走吧走吧，往那边。这个口罩好憋呀。你看哪个写的是 Fanta？ 我喜欢喝这个。那个不是。那是哈黑布。我买过这这么大的哈黑布。哦，我看见 Mentos。这是。那。OK。好。我 like。啊，这个更甜。OK。我憋死了，在超市里边，但是我买了很好吃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不要吃，我们就是做实验。好的。对，一半多。一半。再倒，你也让它有气儿。再倒。好，可以了。别下分担了。大红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你看的是猴赛雷吗？不是。你看的是什么？嗯，不知道。你喜欢看这个吗？你一边看这个吃的多吗？能吃多少？1000盘。今天这猴赛雷吃什么呀？吃猪肉。吃猪肉啊？这是猴赛雷吗？是啊，这不猴哥吗？和大胃王。